大家好，这里是张杰说红楼。今天呢，我们讲红楼里头啊，前边儿讲婆媳博弈，那婆媳博弈呢，从卡位到暗战，下边呢可能就到了摊牌。 到了激烈的冲突，这个激烈的冲突啊，在红楼里头第一次是在哪儿呢？实际上是在贾母的茶赌。贾母的茶赌是对着有人的，不是说你茶赌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。包括探春觉得呢，这贾母给他的权利，他管呢、啊、管不住了，赌博很厉害。但是你可以注意到，你同样是在管的，当时呢有着权力管的，你比方说李纨呐、薛宝钗呀、啊，在干嘛呢？ 际上这,这里头跟他们其实也有关系。呃，李纨呢是个老好人，但薛宝钗可不是。所以在这个贾母查赌的时候，你看看第一件事，探春就直接把赌博的事儿说出来了。然后贾母呢就紧盯不放，而且贾母知道这个赌博、啊、是对这个家里头的会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你赌博的时候呢都染上了赌习，那么下边就该偷东西了，该干各种事儿了。所以贾母呢。 就开始查赌，查牡丹查赌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一上来呢就让林之孝家的去查去，哎，查的还挺快，这一下子说就抓了二十几个参与赌博的，然后参与赌博的呢抓到了三个赌头，这三个赌头呢实际上也很有意思，一个呢就是迎春的奶妈，其实迎春的奶妈呢显然跟王家人没有关系了，就是邢夫人这边的了，贾赦这边的，而贾赦呢其实对大观园事务参与的相对的少。 第二个呢，抓了这个刘嫂子的亲戚，也就是说内厨房的。而这个刘嫂子这个事儿呢，前面可以注意到是吧？就是后来刘嫂子的这个事儿呢，曾经林之孝家的想收了秦显家的钱，想把刘嫂子的内厨房拿过来，最后呢没有成功。所以这里头啊，就是有过节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变成林之孝家的的一个亲戚。 那显示了什么？哎，你看我让我去抓，我挺公正的。我们家亲戚也抓了，所以你们谁也别说什么。你看我的亲戚都抓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儿呢，查完了以后，贾母也没什么话说。但是其实贾母呢，大概也应该知道了点什么。所以这个事儿查完了呢，就完了吗？其实没有完，刚开始，因为下边的故事就来了什么，就是迎春的累金凤丢了。 李金凤呢，跟他奶娘有关。这个李金凤怎么要回来？实际上是帮着你去介绍这真正的茶赌的背景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茶赌啊，赌博的话呢，你当头的都是赚钱的，哪有当头的赔钱的呀？对吧？你当头的赔钱那是输家呀，你怎么是头啊？现在你输的把你的主子的首饰都偷偷的拿去当了。 而且一直没有赢回来，一直在那儿荡着。那么这个状态下呢，你怎么可能是头呢？而且这这时候呢，迎春的反应是什么？就宁可当他没有了。嗯、迎春这话很有意思。一般来说啊，大家都说这件事儿啊是迎春是个很软弱的人。但是实际上我前面也说了，其实迎春不软。这个事儿，迎春为什么不查了？ 一个呢是迎春应该大概知道背景，就是她的奶妈首先不是头儿，接着呢当头的你现在贾母都没抓到，然后贾母呢就收场了，对吧？是正常情况下你去抓抓赌资怎么弄干什么，再往下细查的话还有故事呢，所以这个事儿呢显然是贾母一处理说打板子赶出去，好像就收场了。所以这个真正的头呢，其实迎春应该也知道一点，他王家人。 王家人呢，惹不起，包括贾母呢，都没有做到底。迎春怎么惹呀、啊？其实更关键的一点啊，你要知道这个迎春呢，当时这个他奶娘媳妇儿说的挺清楚的，还是要求求老爷把他的老人家回来。其实迎春在这个事情上，他为什么不大处理？他不去张扬，不去去要，他的真正的目的啊，就是要让他这奶妈回来，因为这个奶妈呢。 是一个有很多智慧的，相当于是一个智囊。他在将来小姐出嫁的时候，要跟着小姐走的是小姐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员。也就是说，你把奶妈、奶妈的媳妇儿、奶妈一家都给赶走了，那下边迎春真的出嫁的时候，她团队的人就没了。她团队的人没了以后呢，她就很惨。 所以这个迎春真正最后嫁到孙少主家，她为什么很惨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她没带着她的团队。所以她当时她是想把她的奶妈留下。其实这个事后你可以看，这件事吵大了，平安是把呃雷锦凤要回来了。要回来了以后，你想想她奶妈还留得下吗？实际上在旁边人说你啊该处理、该处罚、该怎么着、该什么什么的时候，你真正对一个当事人，对他自己的人，有些时候呢，他就想保护一下。 他不想把这事儿闹大，未必是他软弱的问题。现在贾母已经处理了，你再处理又能怎么处理？贾母已经把他打了，已经让他走了。他输了钱，他已经没钱了。然后你再去闹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跟别人去闹去了。你跟别人去闹的时候又又能怎么样？贾母这事儿已经收兵了，你这得看是什么个情况了。所以这个迎春也很清楚。 但是呢，随着事后的发展呢，别人给抬到这儿了，然后后来再问这些去哪儿了。你看薛宝钗来了，是把话题岔开，然后平儿去了，把东西要回来。这个事儿呢，不提了。但这事儿不提的结果是什么？那显然迎春的奶妈出局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而且呢，迎春的奶妈这些头儿啊，在这院子里头，实际上他赌博有，一下对于。 薛宝钗这要赌博的话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后来为什么能要回来，背后就是薛宝钗。薛宝钗这些要赌博的话，他不是说想赢你这下人那点钱，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个赌博啊，你下边人都欠我钱，我才好管你。所以他针对的人呢，应当是关键位置上的人。 所以这样呢，我把这些人呢，我都给你控制起来，你都欠了我钱，下边就好办了。只是说，既然你欠我钱呢，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有余地了，是这个关键。然后这事儿被查完了以后呢，人被革了，革了很多人，革的人呢，已经空出了很多职位。所以后来书里说的挺清楚的，王媳妇儿呢安排的，把周瑞家的、来旺家的、吴兴家的等等等等四五个婆娘。 等于全都是王家的人安插了进来，也就是说贾母这次扑空了以后，赶走了一些人，赶走一些的职位，相反呢，被王家人安插了进来。所以你就会明白，迎川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事儿给挑大了。他实际上是想到贾母的时候，再把他的奶妈给要回来的。他奶妈捞回来呢，还能占着那个职位，那个站着的职位很重要。你把他赶走了，你下边你也捞不来奶妈。 你也没有人去占一些职位，实际上这个事儿啊，在这种家族的博弈当中呢，远比你想的复杂。很多人一说，你看下人犯了错就该惩，没有纪律怎么带什么等等。实际上这个事儿呢，你要开了一个派系和团队的时候啊，有些时候该惩的得惩，该宽恕的只能宽恕；有些时候该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的，只能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。 而现在这个贾母这一次的查赌，你把这事儿都揭开了以后，就可以知道贾母这次查赌呢扑空了，没有达到目的。相反呢，他裁掉了一些人，裁掉了这些人呢，又被王家的亲信补偿进来了。这么补偿进来了以后呢，第一控制权进一步的流失，第二呢，其实这个所有的人啊，都是看你脸色的，看你贾母这次扑空了，而且你的人少了，那么下边的人呢？ 就要转向，其实在这个宅斗啊，还或者是说办公室政治啦、啊，甚至到这个政坛呢，都是这样的。他这个中间人的态度怎么样，关系才是巨大的。中间人看风向，看了风向，然后呢去做什么样的导向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，原来是个很小的风向，然后就相当于进入了正反馈，变成了一个放大器一样。这个是整个斗争的特点。 也就是说，一个蝴蝶扇扇翅膀，为什么那边就可以起风暴？它就是这么一个反馈的过程。所以在这次查赌上呢，贾母的失败啊，它实际上就也是要带来后果。接着人家就是反扑了，贾母在这个大观园的权力就逐步的沦落。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事儿呢，从前面呢这个布局开始，实际上所有的宅斗啊，都是一步一步的发生，一步一步的深化的。 今天呢，对于贾母查赌这个话题啊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